不如你用来找你或者牵线，那因为他当然支持你，会不会引起白银的反弹打的流失来拿回票？我想任何一位政治前辈在看到这一段时间新竹选举的状况，其实我们都很感谢他们对于我们的支持以及疼惜。那我相信呢，新竹市民其实都可以自己来做判断，对于这个共同的目标，我们如何来一起来合作来努力来得到最后新竹最光明的未来。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，许多的政治领域的前辈对于鸿安的这些支持我们都非常的感谢，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努力的判断一下，到底什么样才是对新竹最好的未来。我也会持续来争取新竹市民的认同。那郭台铭会不会最后会下来支持你啊？我想其实呢，任何一位政治的前辈的支持，或者是新竹市民的支持，对于我来说都是同等的重要。所以我会持续的在最后的几天来争取最大量的选民的支持与认同。这是我现在目前选举倒数几天最重要的事情。